全台最大新北市万里区绣球花季正式开幕，配合即将到来的母亲节，当天前100名妈妈跟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园赏花。拿起手机自拍，因为五颜六色的绣球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亮眼。妈妈，我爱你，颜色的美。它预计在母亲节的时候开始大盛开，一直盛开到七月中下旬左右。母亲节就快要到了，身穿缅甸传统服装的母女大方在舞台对彼此表达爱意。全台湾最大的新北市万里区绣球花季九号正式开幕，15000坪的规模要让民众赏花一次赏个够。换姿势。8000坪到现在已经扩展到15000坪。那在周边呢，我们有一些商家，包含泡汤啊，或者是我们的美食，都有一系列的优惠的活动。花季现场有永生花 DIY 体验，还有母亲节主题摄影比赛。母亲节当天，前100名妈妈跟孩子一起到绣球花田游赏花海，还可以免费入园。妈妈，我爱你。记者蔡志恒新北采访报道。